想要消暑解热，下场大雨或许也是方法之一。今天全台上午偏热，高温达到33度，午后各地则是出现了雷阵雨。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，气象局发布了14县市大雨特报，而在下午3点37分，又将台北市、新北市以及基隆市的大雨特报升级为豪雨特报。